您，男士不得入内。哎，你好，我找林大夫。哦，你找林大夫啊？对。那您给他打个电话行吗？他正在门诊。哦，好。一切都挺好的。啊，谢谢大夫，记得定期来检查啊。嗯。哎呦，这一上午终于忙完了。哎呀，累得我是腰酸背痛的。那我去出去看看还有几个。林大夫，外面有位姓唐的先生在等您。我去。你还有脸来呢？你来干嘛呀？我找林婷。林婷不在。你算老几啊？凭什么给她当代言人？看见没有？男宾止步，这是产科，懂吗？那你是什么？女人？人妖？我是什么跟你没关系。你到底走不走？不走我叫保安了。不走。行，算你狠。我就在这儿等。你别让我在这儿看见你，我见你一次我撵你一次。瞧你那损样，赶紧多打点男性激素吧。有本事出去单挑。省省吧，好男不跟你斗。差不多。看那边那男的了吗？啊，他不是来找林大夫的吗？是，你过去跟他说呀，说林大夫让他在咱院对面的咖啡厅等他，啊，快去。行。哎，我凭什么替你去说呀？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？去不去？不去。不去是吧？嗯。你要不去的话，我就把昨天晚上你值班偷懒的时候忘查房的事情给兜出来。我去。先生，那个您来找林大夫的对吧？哦，对。那个林大夫让我给您说啊，让您上对面那个咖啡厅等着他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哦。你还不去约会啊？约会？跟谁约会啊？不是今天下午来找您那位吗？您不是让我跟他说去医院对面的咖啡馆等着您？咖啡馆？啊，我没说过呀。哦，哎，是董大夫让我去说的。董大夫这是耍我呢。那林大夫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哈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先坐下再说吧。热水已经准备好了。
你换号码了？嗯。怎么不给我一个？有必要吗？你还在恨我呀？我不恨你了，咱俩已经没关系了。怎么可能没关系呢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林婷啊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你能告诉我实话吗？好，你问吧。你是不是有孩子了？跟你有关系吗？这孩子是我的。这孩子是我的，他只属于我一个人，跟你没有一点关系。林婷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我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但是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有孩子，否则我不会出庭作证，更不可能不管你。你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你就说今天来找我什么事儿吧。我想对你和孩子负责。不需要。难道你要让那个乳臭未干的姓董的小子负责吗？我的人生不需要任何人来为我负责。如果你只是为了这个孩子来找我，咱们没有什么可谈的。我是为你。林婷，如果我说我心里一直爱着的那个女人是你，你会相信我吗？我知道你现在肯定不相信我，我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。但是林婷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不是最爱听我说那句话吗？我现在说给你听，是真的，是真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，是真的。别说了好不好？谭大伟，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那还要法庭做什么？林婷。这个孩子需要一个父亲。是，我的孩子是需要一个父亲。我就是他的父亲。你爱他吗？你想听真话？我没有思想准备，我不知道。我的孩子需要爸爸，但他更需要一个爱他的爸爸。你不配，你没有这个资格。
妈妈一定要给你找一个爱你的爸爸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关键看你还爱不爱他。要是爱，原生的总比嫁接的好。一个叛徒，有种的站出来！伤感中勿扰。你怎么了？两个明天过来，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孩子家长吧，我说你们家孩子是不是有病啊？看把我们孙女脸画的，第一这水彩洗不掉，第二他对皮肤有害呀。对不起啊，要不我赔给你？赔？谁稀罕你们家的糟钱呢？有病跟家待着，别出来祸害人。走，别哭了。你也是，你没脑子啊？他们画你就让画呀，来。你也别太在意，家长们呀都是最护着孩子的，我们都不敢训孩子，怕家长找我们的麻烦。可那小姑娘的脸怎么画那么花呀？我们上图画课，小朋友们都往纸上画，你家月月往人家脸上画。还有啊，你家孩子没法交流，我已经把这个情况向校长反映了，你自己去和校长谈吧。小姑娘要不同意，我们家月月要画了一回，她也不会让她画了呀。歌跳跳舞，这样也许对他的病情会有帮助的。哎呀，你这人呐，太自私了。对不起啊，校长。我们这儿坚决不能收自闭症的孩子。啊，
校长，校长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这自闭症的孩子就像个定时炸弹，不定啥时候威胁到其他孩子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们月月从来都不伤害任何人。他今天敢用画笔画你，明天就敢用小刀划你呗。真的不会的，校长，您相信我吧。月月他平时他就是爱画画，其他他就是一只小蚂蚁，他都不敢伤害。知道，现在学校拼的就是名声，我们幼儿园也是一样。如果再出个白菜事件、小丑事件，那不就关门大吉了？如果我再收个自闭症的孩子，传出去，那还怎么营业？谁的家长还敢往这送孩子？